各位早晨，欢迎收看12月24日星期一的《K 宝早晨》，我是陈雅贤。各位早晨，我是林善意。今晚是平安夜，相信不少人都会出街预祝圣诞，天气又是怎样呢？天气就麻麻地，还会落下雨，出街就记得要带把遮。外面的天色是怎样呢？一起望出去看看。時間嚟到7點鐘啦，由維港望出去睇到天色咧，都唔係太光猛嘅啫，雲量咧都係比較多啊。至於全日嘅天氣預測，睇埋天文台點講，會係多雲有一兩陣雨，朝早天氣清涼，日間氣温徘徊喺18度左右，吹清勁北至東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今個聖誕假期啦，睇嚟都唔算太有寒意。天文台預料聖誕期間天色會好轉，另外季候風啦會緩和，日間氣温會回升，徘徊喺18至24度。大家可以過一個暖粒粒嘅聖誕啦。聽日講到呢一度先。印尼西部海嘯造成最少222人死，超過800人受傷，最少28人仍然失蹤。當局加派救援人員搜查失蹤者，但多條道路被雜物和瓦礫堵塞，令救援工作更加困難。當局說當地的火山活動仍然活躍，不排除再引發海嘯，呼籲居民和遊客遠離岸邊。林永恆報導。林永恆報導。美國總統特朗普突然宣布，副國防部長沙納漢將會在明年1月1日暫代國防部長的職務，已經宣布辭職的國防部長馬蒂斯原定窩打老道果欄對開的一段馬路駁，每朝早都做了垃圾工，清潔工人清理的時候，車來車往相當危險。近年果欄就擴展零售生意，貨倉深入民居，噪音的問題亦都多了，這些困擾當年的問題如何解決呢？梁浩然去跟進過。土瓜灣道一個住宅單位起火，超過70人要疏散，火引致中環摩天輪液壓缸故障，多個乘客一度被困在車廂入面，要由工作人員協助離開，工作人員正在搶救。香港摩天輪發聲明過，昨晚10時28分，摩天輪因為液壓缸故障影響這個運作，42個車廂入面大約一半有乘客，他們 要由工作人員協助之下，夜晚11時18分安全離開摩天輪。深水埗一間茶餐廳被爆竊，損失大約50,000元，暫時未有人被捕。休息翻嚟會有其他新聞，轉頭見啦。轉頭見。翻嚟新聞時間，兩電早前推出上網電價計劃，以較電費高嘅價錢購買民間太陽能發電。其中中電至今接獲1000多宗申請，當中大約100宗因為中電電網未能夠負荷，要求申請人先調低發電容量。由陳慧欣講下。蘇格蘭超級足球聯賽，格拉斯哥流浪作客以2-1反勝聖莊士東，升上第二位。東南亞職業籃球聯賽，衛冕的菲律賓火焰主場6分擊敗新加坡騰飛之士。休息翻嚟有另一節 K 報早晨，轉頭見。轉頭見。各位早晨，歡迎收看12月24日星期一的《K 報早晨》，我是陳雅賢。各位早晨，我是林善意。今晚就是平安夜，相信不少人都會出街預祝聖誕感，天氣又是怎樣呢？天氣就麻麻地，還會落下雨，出街就記得要帶把遮了。外面的天色是怎樣呢？一起望出去看看。時間嚟到7:30啦，由維港望出去睇到天色都不錯，都幾光猛，不過雲量就比較多。至於全日的天氣預測，睇埋天文台點講啦。會係多雲，但有一兩陣雨。早晚天氣清涼，日間氣温徘徊喺18度左右，吹清勁北至東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而家17度，相對濕度92%。今個聖誕假期啦，睇嚟都唔算太有寒意。天文台預料聖誕期間天色會好轉，另外季候風啦會緩和噶，日間氣温回升，徘徊喺18至24度。大家可以過一個暖粒粒嘅聖誕啦。天氣講到呢度先。印尼西部海嘯造成最少222人死，超過800人受傷，最少28人仍然失蹤。當局加派救援人員搜查失蹤嘅人。但多條道路被雜物和瓦礫堵塞，
令救援工作更加困難。當局說當地的火山活動仍然活躍，不排除再引發海嘯，呼籲居民和遊客遠離岸邊。美國總統特朗普突然宣布，副國防部長沙納漢將會在明年1月1日暫代國防部長職務，已經宣布辭職的國防部長馬蒂斯原定2月底。兩電早前推出上網電價計劃，以較電費高的價錢購買民間太陽能發電。其中中電至今是接獲千多宗申請，當中大約100宗因為中電電網未能夠負荷，要求申請人先調低發電容量。由陳慧欣講下。窩打老道果欄對開一段馬路駁，每朝早都做了垃圾缸，清潔工人清理的時候車來車往相當危險。近年果欄就擴展零售生意，貨倉深入民居，噪音的問題也多了，這些困擾多年的問題如何解決呢？梁浩然去休息一陣，回來會有其他新聞，稍後見。稍後見。各位早晨，看看報章摘要，先看中環摩天輪液壓缸故障，多個乘客一度被困在車廂入面，要由工作人員協助離開，工作人員正在搶救。民主派發起遊行抗議律政司決定不就 UGL 案起訴前特首梁振英，亦都沒有尋求外判獨立法律意見。大會說有1200個人參與，警方就估計最高峰的時候有525人。議員林卓廷就說，若然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拒絕解釋，會在立法會提出不信任動議。黃浩然報導。蘇格蘭超級足球聯賽，格拉斯哥流浪作客2-1反勝聖莊士東，升上東南亞職業籃球聯賽，衛冕的菲律賓火焰主場以6分擊敗新加坡騰飛之士。第14屆南極馬拉松由波蘭同立陶宛選手贏出男女子組，由郭可兒帶大家睇下。休息翻嚟有另一節 K 報早晨，轉頭見。轉頭見。各位早晨，歡迎收看12月24日星期一的 K 報早晨，我是陳雅儀。各位早晨，我是林善儀。今晚就是平安夜了，相信不少人都會出街預祝聖誕感過，天氣怎樣呢？天氣就麻麻地了，還會落下雨，出街就記得要帶把遮。外面的天色是怎樣呢？一起望出去看看。時間來到8點了，由維港望出去看到天色都是麻麻地、灰灰地，不算有太多陽光，雲量都是比較多。至於全日的天氣預測，看看天文台怎樣說。會是多雲，有一兩陣雨，早晚天氣清涼，日間氣温徘徊在18度左右，吹清勁北至東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今個聖誕假期看來都不算太有寒意，天文台就預料聖誕期間天色會好轉，另外季候風會緩和，日間氣温回升，徘徊在18至24度。大家可以過一個暖粒粒的聖誕了。天氣講到這裡先，休息回來回看看亞太區股市的早段表現，轉頭見。轉頭見。各位早晨，日本今日假期休市，看看南韓股市。兩電早前推出上網電價計劃，以較電費高的價錢購買民間太陽能發電。其中中電至今接獲千多宗申請，當中大約100宗因為中電電網未能夠負荷，要求申請人先調低發電容量。由陳慧欣講。葡萄牙超級足球聯賽榜首波圖主場以2-1反勝里奧艾維。休息回來會有另一節 K 報早晨，轉頭見。轉頭見。各位早晨，歡迎收看12月24日星期一的 K 報早晨，我是陳雅儀。各位早晨，我是林善儀。今晚就是平安夜了，相信不少人都會出街預祝下聖誕感的，天氣是怎樣呢？天氣就麻麻地了，還會落下雨，出街就記得要帶把遮。外面的天色是怎樣呢？一起望出去看看。
咁時間嚟到8:30啦，由維港望出去睇到天色啦，都唔算太好，都係灰灰蒙蒙咁，雲量都係比較多，希望一陣嘅天色咧會好轉翻啦。至於全日嘅天氣預測，睇埋天文台點講。会是多云有一两阵雨，早晚天气较凉，日间气温徘徊在18度左右，吹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而家17度，相对湿度90%。今个圣诞假期咧，睇嚟都唔算太有寒意。天文台预料圣诞期间天色会好转，另外季候风咧会缓和，日间气温回升，徘徊在18至24度。大家可以过一个暖粒粒嘅圣诞啦。天气讲到呢一度先。美國總統特朗普突然宣布，副國防部長沙納漢將會在明年1月1日暫代國防部長的職務。已經宣布辭職的國防部長馬蒂斯原定2月底才離任。印尼西部海嘯造成最少222人死，超過800人受傷。當局加派救援人員搜殺失蹤的人，但多條道路被堵塞，令救援工作困難。當局話火山活動仍然活躍，唔排除再引發海嘯，呼籲居民同遊客遠離岸邊。林永恆報導。好。窝打老道果栏对开的一段马路膊，每朝早都做了垃圾缸，清洁工人清理的时候